接下来有请的这位小伙子是由长春情境婚恋为我们推荐的，这位小伙子现在把工作都辞了，他是专职来找对象的，来掌声有请。全程热烈。东北爷们就是棒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新民市新东乡张文台村，我的名字叫王庆霄，我的爱情宣言是庆霄不欠霄，宠着媳妇儿没得挑。就是怎么个想法呢，拿了这个东西啊？就是着急找对象吗？啊，就已经着急到不行不行的了，就得哪儿都拿个这个东西。对，走搭档我都扛了。谁着急？主要家里，我爸。你爸着急，对，是吧？哈啊，是这么个情况。来看一下十六个姑娘对谁的感觉最好，选一下意中人。好，来看一下这个小伙第一个短片，我们了解一下。我叫王。整一个啊，三号刘野，女焊工啊。我想问问小伙，你是焊什么的？楼梯扶手、阳台护栏，就是只要是不打压的东西我基本都能。烧哑壶呗，就点焊呗。对，二氧电焊、哑壶焊。刘野，你平时焊的都是什么？我烧过造过船，最主要是船，然后就是桥梁，桥梁现在在电厂，二氧焊、片子、碳伤都能干，还有哑壶、摇板。然后我现在打算学有色金属焊接，就是我这个还没学呢。哦，我想找一个同行，就是想一起两个人一起上班、一起下班，然后一个人做饭、一个人洗衣服，有共同语言，然后就是能够每天在一起。我想要这样简简单单的生活。所以还是挺想找一个有共同语言的，是吧？对。马十号彭玉，你好，小伙儿，我觉得我还挺喜欢你这个性格的，就是回家一走一路过就买台摩托。但是他买的摩托，你要是买个跨斗的，今年我可能就跟你走了。跨斗子让在马路上开了吗？现在？有证的话可以。有跨斗子证吗？有，得是 C 票。你会开跨斗子吗？开没问题，证没有。没证我也敢坐，坐斗里多酷啊。彭玉就是跟别人不一样，人家都骑那摩托是那样的，完你们两口骑的是跨斗子，你就觉得特别酷，是吧？对，我觉得比那些小汽车酷多了。好，这是第一个短片哈，电焊工。来看第二个短片，再了解一下。我为什么到现在没找着对象呢？多数是让我前任女友给耽误了，她对我做的那些事儿，就比台上十号女嘉宾太奇葩呢，这给我整的呀。所以说现在我总结出来一条，
女人心海底针呢，男孩你千万别猜，猜不透也。活了27年，我觉得我遇到最大的坎坷就是按照理想标准找个对象太难了。找的对象可以比我能干，可以比我挣得多，但是绝对不能瞧不起我，不能说你啥事都干了要我就没什么用了。毕竟我是一个惯女朋友没有边儿的人，你要啥也不让我干的话，我都感觉自己没有存在感了。